遭热难耐的夏季，户外活动项目并不多，但你却能够在移动水上乐园看到游客像下饺子一样的场面。移动水上乐园不仅好玩，还清凉解暑，并且它的产品更新速度快，趣味丰富，能够吸引不少周边小孩子前来玩耍。想做到视频中这么多的游客，也讲究一些方式方法。想把水乐园经营好，配套服务设施少不了，还有水质处理、设备搭配、场地规划等专业问题，这些都需要创业者们去了解。